平时不这样，能不能别进来进去的了？我们赶紧吃吧。那咱们吃吧，吃吧。来来来，年轻人不禁饿，别给孩子饿坏了啊！我帮你。我们家这鱼呀，是老夏秘制的，这叫私房菜，来尝尝好不好吃？小溪，你是不是回来的时候太累了，饿着了？小溪是不是在学校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？现在的孩子都太不容易了，主要是压力太大啊。这秦月也是京大的，应该知道，京大的学生压力都很大。